挑战，今天不挑战，今天歇一天。我是要挑战上超影，不会真有人觉得我就是超影段位吧？就我这个操作，看到没有，一个阿斯玛就可以带走我的绘图二代，还打的什么替身？这么大年纪了，天天拿一个挂机不带，还拿两个挂脚刀在这里干啥呢？过来追我，追我，过来呀、啊！这放了通灵之后又不敢压过来，防反而使我快乐。来，一二，一个分身先带走。自从出了免费送赵美明的活动，这赵美明明显变多了。想当年可是费了老劲才把这个忍者给冲出来，现在他竟然免费送了，你说这？好好的十字架，忏悔吧你。往前跟两步，你竟然会失误。没事，回来。哎，放大招，我能走？啊，走不掉，技能走不掉，还有一个替身呢。再回来，别走了你。哎，他替身马上要好，替走，什么玩意？这通灵，这，哎呀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预判，追他！少年，你如果敢替身，你如果敢，哎，这找你！有可能。赶紧往前走两步，直接一线大美。哎，我还是按快了一步啊，这是飘过去。查克拉霸体你不带，怎么带了一个水龙头？好的，去找他，过来。一 A 再，哎呀，接不上，走。我再回来。绘土鼬的防反非常烦人呐、啊，三，替身，走，哎呀，没事。那这一波就有了呀！我直接哦，看到没有，这无脑操作啊！原地给一个一线大美，竟然不冲过来，静静的等他放完嘎位，走过去，哎，晃悠晃悠，就是晃悠，我去！时间到了，你我的缘分到此结束。好的，再见。